社区落成后呢，因为我们当时有申请卫福部的补助，所以会在这边呢办那个社区关怀据点，然后希望可以照顾更多的长辈，也希望呢将来呢我们社区发展协会能举办更多的班，比如说书法班，还是比如说假日的那个志工妈妈来这边那个念故事书给小孩听这样子，希望呢现在的社区那个发展协会都能尽力争取。